艺人欧阳震华同万绮雯今晚就约齐一班东波喜事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嚟到铜锣湾一齐食饭兼睇剧集嘅首播啊 ！Bobby 就话到佢已经事隔十年冇攞过奖啦，而家嘅佢就最想攞一个飞跃进步男演员奖啊！我自问对上一次攞奖咧系2019年定几多年前啊？即系都隔咗好多好耐，咁冇攞过奖，咁我自问都呢十几年好似冇进步。咁我係啊，係啊，一去到最高即係冇，已經冇進步空間啦，咁咪停咗喺度咯。咁啊一路到等到而家，咁我覺得呢十幾年嚟呢套《東波家事》咧，就係我呢十幾年嚟揾翻我嘅信心翻嚟。嗱，揾翻啲信心咪幾好咯？咁有冇信心同黎耀祥爭翻個視帝啊？黎耀祥爭視帝，我點同佢爭？我點爭我都唔夠佢多啦，個底咁厚，年年都係佢，我已經。冇進步好多年啦，所以我真係想攞翻個飛躍進步獎鼓勵下自己。其實你都可以攞個飛躍女進步獎嘅。如果我哋兩個今年攞咧，就真係好啊耶！ Yeah！ 真係我點都要，我要簽五十年 TVB， 五十年啦！哇！坐住輪椅都翻嚟拍。